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介绍我们这个礼拜的歌曲。那在讲歌曲之前呢，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介绍那个 Music Together 的这个 Ritual 活动。Ritual 是仪式嘛？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，就是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 Ritual 的事情，比如说吃饭仪式、睡觉仪式，或是上学仪式，让他们可以建立他们的一些秩序感跟安全感。那在 Music Together 的那个课堂上呢，我们有五个 Ritual 活动。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是 Hello 跟 Goodbye， 就是前面 Hello， 后面 Goodbye。那中间呢也有三个 Ritual 的活动，其中一个是 Lullaby， 摇篮曲；另外一个是 Dance， 有时候我们会没有给你们指令的跳舞 Free Dance， 有时候我们会有指令的跳舞 Dance。那还有一个是 Play Along，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一定会玩的即兴演奏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Lullaby。 那所以呢，你们在课堂上，就是这个礼拜已经过了啦，就是你们来上课的这个礼拜，我们这个礼拜唱了一首很长很长的摇篮曲，你们记得吗？我们把三首歌串在一起，然后唱这三首歌。那我们先来唱好了，复习一下，我弹你们唱 OK。 因为我边弹边唱都会弹错。很容易弹错音，所以我说我连不唱都可以弹错音。在课堂上的时候，很感谢爸爸妈妈们很大声的唱，然后给孩子们听到你们的歌声。你们知道，你们的小孩啊，在茫茫人海中，就是一群人唱歌的时候，他们会去寻找自己最熟悉的声音，就是父母亲的声音。他可以在一群人之中辨识出自己爸爸妈妈的声音，就是照顾他的人的声音。因为小孩在他们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已经有听觉了，所以你们的声音是他最熟悉的声音。你不用担心你自己唱的好不好，音准不准，你在他们这个学龄前的阶段可以示范给他的就是对音乐的热情，还有唱歌这件事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爱唱歌，那你就要先示范给他看。在大家一起唱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唱得很小声你的孩子听不到，他听得到。所以如果你是害羞的父母亲，你就唱小小声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很害羞，你就可以贡献你的音量，然后我们的课堂就会很热闹。那我们来念一下这句话， Sing to your child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示范嘛。如果你愿意唱歌给你的孩子听，那你的孩子呢就会成为一个爱唱歌的人，会喜欢音乐，他会喜欢 make music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两首歌呢，你可以利用课本上面的插图，比如说 Great Big Star 这首
他刚好有一颗很大的星星，你可以问你的小孩说，哪一颗星星最大？哪一颗星星最黑？那你看到这里有几颗星星？你知道我发现这个是北斗七星耶，所以应该这个是北极星。原来 Great Big Star 就是北极星的故事啊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因为这首歌前两季才唱过嘛，那个 Stick 那一季有唱过，因为小朋友对这首歌很熟。那我们还有串的另外一首歌，就是这首 Bra Bra Little Star。 这首歌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这首歌呢，其实它有个小小的故事。这首歌你在哪里会听到？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它有好多歌词哦 ，bra bra bra ship, have you any wool? Yes sir, yes sir, three bags full. 还有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. 还有 A B C D E F G。我记得有次我们 play along 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一边演奏乐器一边唱这个歌。然后唱了好几种歌词，然后还有唱中文的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你可以真的唱很多很多歌词。这首歌就是有一次啊，这个创办人他听到他的女儿唱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后面接着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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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p Happy When You Were， 他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是同一首歌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好几期以前呢、啊，有一首歌叫做 The Incy Wincy Spider Climb Up the Water Spout， 然后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，他的小孩在家里面就唱了这首歌，唱了一半 Incy Wincy Spider 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，身穿花花衣。原来这首歌跟蝴蝶蝴蝶是同一个旋律。小孩子很厉害哦，他们对音乐的敏感度很强。我们大人可能知道这一首歌，也会唱这首歌，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，原来它可以合在一起唱，或者它原来是同一个旋律。那这个小故事我还没讲哦。这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的作品里面有个叫小星星变奏曲，小星星变奏曲也不是莫扎特取的名字，是我们台湾人还是中国他们取的这个名字。那230年前有一天呢，莫扎特到法国去玩，然后法国那时候刚好流行这首歌，这首歌不是莫扎特原创，是他从法国那个当地的民谣取材过来的。然后他们那时候这首歌是一首情歌，然后叫做妈妈请听我说，这是我 Google 来的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妈妈请听我说，然后莫扎特觉得这首歌很有趣，他就把它写进他的作品里面，然后就用这个主题，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主题，这首歌短短的一个旋律，然后把它变奏成了12段，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他的作品里面的变奏曲。然后变奏的话就是听起来很像，又好像不是，又好像是。对，那如果你是有学钢琴的话，通常会弹到这首歌。Okay， 那这首歌呢，它不只有很多歌词啊，然后它又是一首很平易近人的歌。虽然我们这一季是把它当作 play along， 但是我也很喜欢把它唱成摇篮曲，因为几乎大家都会唱这首歌，而且会唱很多个歌词，所以你可以在睡前唱这首歌给你听。那我们要鼓励大家，就是如果你平常有唱摇篮曲给孩子听的习惯，那就继续保持下去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就从今天开始吧， sing to your child。希望你的孩子可以在你的歌声里面感受到爱，对，因为妈妈可能忙了一整天啊，有时候心情不是很好，应该没有办法唱歌，所以你唱歌给孩子听的时候，一定是你预备一个很和蔼可亲的表情，然后一个很平稳的心情，然后你就可以唱歌给你的孩子听，所以你的孩子对音乐的印象，或是对妈妈唱歌这个印象呢，是一定是很温暖、很慈祥、充满爱的那种情景。OK， 那今天的功课就介绍到这边啊。对了，我们明天晚上，今天是星期五，明天晚上的家长之夜还可以报名，没报名的话也是可以来啦。那如果你们担心要迟到早退的话，没有关系，还是可以来 ，OK。因为目前报名人数不多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如期举行啊。来一个人，我们也会报名，我们也会举办，所以就欢迎你们来 ，OK， 拜拜。